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艺人钟丽缇2016年与小她12岁的内地艺人张伦硕结婚。与前夫育有3名女儿的她，一直希望能与张伦硕生小孩，为拼生第四胎，更特地去美国做试管婴儿。但有指她为了拍电影，因而错失第四胎的宝贵机会。现年48岁的她就被网民发现带着奶奶一起逛街买衣服。钟丽缇和奶奶关系不错，还主动为奶奶拍照，付钱时有帮忙议价。不过网友的注意力放在了钟丽缇的腹部，穿了一身黑蓝色运动服的她腹部微隆，在等待奶奶试衣服期间，一边玩手机一边和服务员聊天，韵味甚浓，甚至引来网友议论纷纷。有网友就觉得是裤子设计的问题而已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